小姐，你在干嘛？你不要再玩食物了好吗？那等一下拿起来吃吗？你应该要切啦，还是他切不进去？那、啊、你要拿刀子吧。那我直接下就有一二三。好、啊，你下去。有了。好，挖。用这个当我的小刀。不错哦，很认真的挖哦。应该一起吃才对。对啊，你要一起。这麻疹的弟弟。它好脆哦。好厉害，好优秀的点点店哦！我学妹就很会这样，就是坐我隔壁那一个，超厉害的。你知道我们等一下还要接的，我们都不想接那个学弟了，反正我也跟他不熟啊，没关系。请切外黄后，好像很美耶。可以破蛋了。你说我切不断哦，真的哦，淘汰羊要出海咯。你看得到侧面吗？有侧面，就这样，这样也可以。哎、欸，他的酷力做得很好，对啊，他很美、欸。切断。哇，还有果冻那种 feel 啊！是加梅粉吗？有，都是不一样的。对。就很舒服，很清爽。这个像黄色香皂的，它叫做，你切啊，海绵体啊，不是啊，是海绵宝宝。啊，叶子也藏在里面哦，这么厉害。哇，它下面有个饼干。卡住，好贵。它有饼干。我可以吃。可是它，我觉得它感觉它切下来也是很像快黄后的那种感觉，没有，它就是对啊，内馅不一样，可是它就是可以，我切得很美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的 feel， 哇，优秀学妹，哎，叶子都在东西，为什么不要做甜点店？哎，你看有没有叶子藏在里面？叶子也漂亮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他爸爸印在这边了，这样我们以后就可以让你吃免费，他不是来找你。可是我很忙哎、欸，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，我直接转过去。前面再关掉。哇！酸酸甜甜的感觉，像恋爱的感觉哟。哦，是海绵体的感觉。哦，就是是海绵体的感觉嘛，不是是这个嘛？哎呀哎呀，还蛮好吃的。海绵宝宝，中间是熊城凤梨。我在对那个摄影师，我来不及拿起来测看。我可以，可以，因为我前面也可以看得到。对呀、啊，十二。你真的会讲假的啦？我被后面摄影师吓到，气死！这个给我软，这个才是爆点。还在笑。再见。